before 买礼物，我们来吃这个甜品，我们叫了这一个，还有这个我喝，然后是他要吃的，爱之草要吃甜甜甜甜，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 ，OK， 然后。我怕等下没有吃下，那边也要等，然后我又很饿，所以就吃先喽。然后我们，定的那个快餐预定是7:30，现在的时间是6:45。我们这个食物还没有来，然后礼物还没有买，然后还要过去那个快餐那边，我觉得我们会迟到啊。所以最坏的打算是礼物可能换成明天买。因为他讲他不想要快餐那边迟到，对不对？是。可是我坚决礼物要今天买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看情况。现在我们在 machine 排着队，然后应该要等一等，应该要等一阵子。啊，现在的时间很紧迫，几点了？现在已经6:57，我们是7:30要到。然后这边过去要9分钟，可是我们要去拿车，然后到那边还要找 parking， 然后在这边买东西，你又要看一下，等一下那样子。你刚刚看了自己买的。这样希望可以快点给我们进去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吃饭一带的地方，然后这里的环境非常的清静，然后整间只有我们吧。好像你包场这样。好像我包场这样。对，是不是？霸道总裁，哈哈哈哈。是什么包场？看不出没有人的，只有我们吧。没有人的，没有人，完全没有人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这样得空跑出来这边吃饭一带，然后这边下面就可以看到一些车水马龙这样哦。可是唯一的遗憾是我们这边看不到 KL Tower， 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楼层是2楼吧，所以我们也看不到那个 KLCC， 因为要够高才看到 KLCC。我们在这边很矮，然后被很多 building 挡着，所以看不到。但是不用紧啦，最重要是它的食物好吃，但是好不好吃还不懂啦，等下等它食物来先，我们 try 要先。然后它的花，我送它的花，你看一下，我送你的花，我没有拍到刚才。因为我每次都送它玫瑰，所以我这一次送了这个雏菊，是念雏菊应该是啊，然后它很喜欢。因为他收玫瑰收很多次了，生日也送玫瑰，然后圣诞节啊什么节我都送他玫瑰，然后现在我送他这个比较特别一点。然后呢，刚刚我要跟你们讲，Cherry 送我什么礼物嘛？他送我的礼物在那边，这个是 LV 的皮夹。等一下开箱过后我再拍给你们看啊，这个皮夹。OK， 上菜了，然后在目前前面这两个是开胃菜。然后这个是面包，然后它这边，很有仪式感的，就是这个食物来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个主厨出来跟你讲解这个食物应该要怎样吃，然后还是用什么材料来做，然后还会跟你分析里面的食材，所以是很有仪式感的感觉。OK， 现在上了我们的前菜，这个是scallop， 然后这个是鱼子酱，然后我们两个人是一样的。来喽，小姐，开动喽！是哦，很忙哦，电话先吃，然后又相机先吃，哇！电话跟相机先吃了，我们才能够吃。看来很忙啊，今天来做专业的摄影师。OK， 来到了我们的主菜，我这个是鱼面，然后刚才他讲到他的历史啊，他的来历啊，那些是很厉害讲的。然后 Cherry 的这个是鱼子酱，然后他讲是不能够用这些汤匙来吃，要用他这个给的这个汤匙来吃，明白吗？明白。OK， good。然后呢，刚刚还有说这个红色的那一点一点的呢，是正宗的印度咖喱油。他讲，我就信他了。只是他讲到这个食物好像很厉害这样的，所以就吃那个仪式感，就是这些红色一点一点的，他讲是那个印度的正宗咖喱油。现在又来到了主菜，这个是龙虾，然后这个是那个椰子是吧？他讲，然后那个是什么了？他讲什么？我听不是很清楚。他讲话太小声了，我听不到。什么？他讲话太小声，我听不到。然后这个是鱼，然后这个白色的酱呢，是那个厨师将那一个比目鱼起了骨，然后用它的骨
熬出来的一个酱汁，然后这个鱼肉呢是讲什么？忘记是他讲大西洋的比目鱼肉，然后这个鱼肉的身长是40到60左右，然后是很大只一下，然后这个是他的鱼肉，然后。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还有这个龙虾，他讲这个龙虾原本是蓝色的，现在煮熟过后就变成这个颜色了。好啦，现在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道菜，也就是甜品啦。然后他们很贴心的还帮我们写上了 Happy Anniversary 的字眼在这个甜品上面。Happy Anniversary， 然后这个是黄梨甜品，然后这个是不懂什么 chocolate， 然后不懂多少巴仙的酒精。然后 Cherry 也是跟我的一样的咯。 Happy Anniversary。 Yes。 今天回到了阿嬷家，看这个环境是不是很有阿嬷家的味道呢？整个简直就是阿嬷家的味道。今天为什么会回来阿嬷家呢？是因为其实我时不时都会回来阿嬷家看一下阿嬷家，但是今天会回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清明节，然后我要回来这边拜爸爸、拜阿公、阿嬷那些。嗯，不是阿公阿公罢了，不是阿嬷，因为阿嬷真的是拜太公太妈、阿公还有我爸爸。所以因为今年的清明节跟去年一样，都是不能够去扫墓。去年是不能够去扫墓，但是今年可以。但是今年去扫墓是有 SOP 的，不管是多少岁以上的老人，然后还有多少岁以下的小孩子是不可以去，然后还有限制人数，还有不懂什么条件啊，总之很麻烦。所以今年我们也没有去扫墓，所以今年也没有去那个墓那边拜爸爸，所以就回来家里，回来阿妈家这边拜爸爸。然后刚刚已经拜了，现在就是要吃阿妈煮的饭，煮清明节的菜，哈哈，清明节的菜有鸡有鱼，然后有虾球，然后有菜，有肉骨茶，有汤，有汤是他最喜欢的，有汤，这个汤是他最喜欢的，这叫什么莲藕汤。好啦，所以我就先吃先啦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间 restaurant， 然后这个 restaurant 它外面看起来是泰国的餐馆，结果我们进到来过后发现这个是挂羊头卖狗肉，哈挂羊头卖狗肉，我们进来过后被 fake 了，它是马来餐点来的，所以它只是外表做到像泰国餐厅这样，但是进到来过后，它的食物全部都是马来食物，所以我们进到来这一边，我是叫 Maggi Goreng， 看它的 menu 整个做到泰国这样，看到吗？泰东样，然后它的那些字体啊也是用泰国字，然后还用这个泰国的标记的那个建筑物，结果进到来。全部是这种纳西果仁加色，像妈妈当那样纳西果仁鸡呢，纳西果仁干崩。所以你们讲这个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？哎，被 fake 了。是在我那边呢，是有泰国马来人的，就是他们泰国和马来人掺在一起，泰国马来人真的是有这样的。哦，我是没有听过，没有。主要不是种族歧视，主要是哦。他这个进到来，他的 menu 不是泰国菜，这个才是我的重点啊！我不是讲马来人食物不好吃，还是马来人食物不能吃，重点是我们被 fake 了，进到来我们想要吃那些 book noodle 啊，泰国餐点啊，结果没有哎，好像那种 mukbang 啊、mukata 啊这种东西没有，所以好像进到来妈妈当着。我们现在来 99 买笔，买什么笔 ？Paper Craftster 啦。我要买的那种。啊，这种很好吃。现在在给钱。对对对。买有笔，买有书。对。OK， 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来买笔呢？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去上我们的正式的英文课，因为上个星期我们有上过英文课嘛，但是上个星期的那个英文课不是关系到英文绘画。因为上个星期上的是关系到英文的发音，就是 pronounce 的课啦。然后今天上的是正式的英文绘画课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着那个英文课那边啊。我的笔，哈哈，这个笔很好写，这个是我中学用的笔来的，我
的印象中这一款笔是很好写的。然后我那天还有买了这个记事本，这个记事本很精致，很美。看它的边边是黑色的，哇哦，很有高级感。这本书蛮贵的，那时候买好像是30-40块，这样子一本笔记本30-40块。我们用心学习嘛，你买的是怎样的？我看一下，10块2。哇，这个又便宜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够便宜够轻啊？那个福建话是这样讲，够便宜够轻。哇，还有这个书皮的，看到吗？不是玩玩的。哇，便宜耶！你这本可以买我10本，你懂吗？好，拿去拿去。但是我们三个人里面啊，你们知道谁的笔记本是最豪华的吗？哈，来，我的小姐的笔记本， yeah, 看一下我小姐的笔记本，修一下。她用这个。听我讲，啊、我是提倡环保，提倡环保，不要、okay、不要去买那些。对，反正都有 iPad 了，就不需要买书，也不需要买笔，因为这个就是他的笔记本，然后这支就是他的笔，修出来你。很脏啊 ，iPad。这个就是他的 Apple Pen， 然后啊，等一下上课的话，他会在这个 iPad 上面做笔记。Yes。对吗 ？Yes。然后你看他还带买这个 AirPod 出来，这个 AirPod 是那时候我送他的那个2周年纪念礼物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前往这去上英文课。Are you guys ready? Yeah! 哇，还有人应我，至少我没有这样干。Honey, come.很危险的，他们在这马路这边，哇！真的？啊 ，Go！ 哇，拿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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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香哦，香哦！哦，关了，关了。我的朋友很怕猴子。刚刚那粒杆呢，是昨天回家，我拜我爸爸的时候，然后妈妈给的那个杆，然后我们刚好今天有带出来。他原本呢是要吃，结果他看到那个猴子，他觉得他们在这个地方没有东西吃，就把那个杆丢给他们吃。虽然只有一粒啊，不跟我们分啊。然后他们好像要打架，这样为了抢那一粒杆。